台湾媒体报道，台语歌手许富凯23日将在台南成功大学开唱，田馥甄Hip身为天后，为了帮许富凯铁粉妈妈追星，不但亲自买了演唱会门票，甚至准备登台相挺，在脸书发文，身为一个追星族的女儿容易吗？买好演唱会的票，登台也一并处理好，更自嘲是妈妈狗，还直说登台原来这么贵，吓到我了，让网友笑翻。田馥甄为了帮妈妈追星，在脸书自嘲是妈妈狗，夸赞许富凯唱歌真的很棒，能满足妈妈的心愿也很开心。他体会到当歌迷实在不容易，由衷的向我的歌迷致上100万分敬意，直说登台原来这么贵，吓到我了，以后不敢翻你们台了。天后难得当歌迷，可爱反应让粉丝笑翻。